又来一个，又来一个来躺分的，又想要从史丹利面前躺分啊！上次那个躺分的二被我的人马制裁了，这次我想看要怎么制裁你。哎，好久没有玩龙女了，玩一把吧。不带模仿了。起风法术二。哼，中路没什么输的理由吧？中路阿卡丽只要烟雾弹放完以后，伊维利亚随便剁啊。如果伊维利亚打不赢的话，就是他太绿了。哇！哇，这两等呢？可是你。都炮车了，好烦啊！哦哟，炮车没了啦！干嘛？中路果然被单杀了，太绿了吧！嗯，你敢撞上来？你现在撞上来挺倒霉的。他果然撞上，撞上来，哎！哎，又减一！火锤要来了！呀，还要乱！这把连漏两个炮车，万念俱灰啊！真的，这把我是万念俱灰啊！你们有病是吧？这人！万念俱灰开局哦，中下全部爆炸，嘿，每一把队友中下都全部爆炸，哎，全部爆炸，哦，苏三小，苏三小，有病啊这人。我结束了，我已经结束了，这把再不起来了。刚玩蒙多的时候，我说过那个是六四开，我们是六，对不对？你们不信，现在你们信了吧？史丹利对于胜率的评论是很准的。这一把我现在已经看了，这一把我们的胜率是九一开，我们一他们九。Bray， 好烂！你是真的烂啊，不是啊？我这么 under 你，我落后你这么多。你就这样跟我靠到死，你是真的烂哦！哦，看来要骑到15%了吧？无情破皮，再破皮！哎，吃个冰的，不要这么紧张，吃个冰啊，不要紧张。连这个万念俱灰的中路都可以互换你了，我们胜率又提升了5%了，现在来到80-20。堵了堵了，双堵了堵了，嘟噜人不然，哇，江龙捡不到头，是啥？过来给我靠一下，啊，不敢了，不敢就喷你一下，爽了，刷过来啊，你还真的过来，哪来自信？走啊！升级啊！这个人不配赢啊！这个人不配赢！我们胜率来到了50%了，真的50%了。因为我现在发现对面的上路不配赢啊！哎！这不叫狗熊啊，没那么衰吧？哎，怎么那么强？
哇！龙女大战九级，我赢了，强吧各位。你们小心啊，这边有那个二，遇到。能打的、哦，我还能打、啊，我能吸起来啊！我能吸起来，还敢在那边打啊？箭头，箭头碎了，好多头啊！哈哈哈哈，没了，各位。胜率来到了80%，倒过来了，他们是20%啊，我们有80%啊。对面的下路抱歉啊，你们表现得不错啊，但是遇到我呢，跟赛乐色呢，算你们倒霉，真的抱歉了、啊。算你们倒霉啊！真的抱歉呐、啊，遇到我算你倒霉，好烂。估计已经被嘴炮了，叫一个小小阿卡丽来守我。嗯，小小阿卡丽是不是没有死过？你是不是没有死过？开烫，开烫，好烫哦！哇，哇，好烫哦！哇，叫一个小小阿卡丽来收我。太夸张了吧！太他妈夸张了吧！哇，怎么可能上得了我？哇，我装备跟神一样哎，怎么可能会被他杀、啊？怎么可能？哎，我一个龙女，我变大，我超硬的，然后我血2500哎，然后双防100多哎，我原地还在吸血，我还在吸他哎，看呢。有阿卡丽，有阿卡丽，考虑这个球已经卖庄的情况，我觉得我们还是有80%啦，不知道你们怎么想。接着你们要送头，我就不客气的接收啦、啊、这是我平常队友做的事情啊。没搞懂，你干嘛啦？你干嘛啦？乞丐哦，9块也要，怎么6个金人？可笑，万念俱灰，韩仔屁孩暴气。我们就是在边线，这个玩法很简单，一直在边线打起来就 TP。我极度的不想打会战，打会战就会有意外的可能性发生。哎、欸，我们从后面来了，后面来了，超后路了，超后路了，结束了。这个单方面的逃跑。Yeah。快虚了啦，还在那边，谢谢。哎，无情连胜，想输也输不了，给赛道社一个赞，是吧？前期毕竟是他，是因为有那个赛道社，我才给我们一开始多一点胜率的。对面激烈沟通中，好奇他们在嘴什么，及时翻译。他说对不起的阿卡丽，然后哎，我请你吃个饭啊，这样吗？哎，我家附近有个日本料理。干，这是什么翻译啊？你知道我的翻译上这样写吗？有可能意思是这样吗？他刚翻译上面这样写，有可能吗？翻译？哎，怎么又是鳄鱼啊？
又要被我的鸟鸟制裁了是吧？鳄鱼，我要这次要尝试后期路线，后期鸟鸟路线。哎、欸，我去！你敢撞上来？撞上，撞上来！哎、欸，这有病是吧？这人，哎、欸，爽快！就赶快喷你一下，堵不堵啊？独三小飞了，各位！哇，倒过来了！我能吸哦，龙女大战九级。等一下，哎、啊，遇到我算你倒霉，太夸张了吧？哼。